你仔细望白河，我哋点办啊？你今日当不要去买物件，当然好啊。我都控制我自己，现在我充满罪恶感，敢讲这就是老爹的感觉。我甲燕君若是继续安尼落去，注定会出大事。不用的，我一定要替你解释给你。啊，若无，我早晚害着燕君。